断的住着在咱的心里吧。本来生出来的这个道心啊，就和这个烦恼如直直把咱住着，直直把咱占过去。所以呢，侵占了这个道心啊，慢慢啊，心量都变了。咱的心量常常在变嘛，吼，无法度讲吼，一世人起这个念呢，那坚持修持不动，欲必成劫，真难呐、啊。所以呢，变因过去啦，所以就灭啦，吼，道心就灭掉啦。道心若灭掉呢，烦恼心就起来，道理同款呐，咱那些。有烦恼呢，咱啊会当起着这个道心修行啦。那这个意志坚定呢，慢慢呢就把迄个无明的烦恼接着伫咱的心，慢慢咱就会把伊赶走去吼。那就坚持咱的志向，就住着种种的烦恼呢，在侵挖来的时阵啊。咱呢，未去予伊影响去，反倒倒来呢，会坚定咱的道念。那坚定了咱的道念呢，自然呐、啊，道心不灭啦。那回倒倒来呢，咱的本性啊，清净明白，咱自然都个回倒倒来。不过咱的凡夫啊，都是真难得讲吼。安尼反反入性，咱多数呢都是拢将性入凡呐。那本来呢，人人都是依附同定，一切个明觉嘛，啊，都是安尼呢，一念无明，啊，滴滴呢落入红尘呐，变成了呢，一滴呢，家己来扰乱家己的心。啊，明明咱已经呢都见到啦。只要咱来好好去身体力行啊，但是咱就是定定的，在这个四处的烦恼中啊，心自异灭吼。那明明起一点一道心，虽然暂时在咱的心里，不管偌久啦，伊嘛真容易呢变异啊，真容易灭的。这心主里面，微小烦恼千里哇，所以呢，就会产生了无量无边的烦恼啦。所以安尼名叫做行沙烦恼。各位，这心主里面，咱来当回到转来啦，咱。知影咱已经满心的无明烦恼啦，咱也会当知影要安怎样来坚定咱的志向，要安怎样来住着伫咱的内心，回归呢，产生咱这念清明妙觉。那安尼唔知要偌好咧，唔过呢，哎呀，人啊，拢随着迄个。水下流啦，吼、哦！那这个烦恼水啊，就是安尼呢，浊气的水流啊，啊，对这个污水下流落去，这就是咱人生的苦哦。所以这种忘记宿主救地之爱，宿主就是拄则讲生主意念啦。那么九地啊，过去嘛已经呢都有解释过去。
伫即个三界啦，咱有五次十机的，有十种的机子，除了性吼佛啦以外呢，都、就是安尼呢，这个纠结吼，嘛是真多的这个啊烦恼吼，造成了咱这个、三界啊，三界就是伫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，那。不管是吼，伫这个九地十机的所在，这三界呢，的内底啦，咱呢拢是伫这个二波，二波就是一见二波吼，一就是以无妙的缘，咱去修行嘛吼，那波呢，正波是咱带来呢。善恶业，恶业那是真重啦。哪怕你甲一对的父母呢，真正你富有啊，真名利的父母，你一言呐安尼生来，但是呢，虽然这个家庭真好啊，但是你家己的进步，你这个恶业吧。过去的习性啊，带来一直呢，都是真不受教。无法度呢，伫这个家教的内底啊，你看咱即卖社会有偌尼多呢，不受家教，因囡仔因放荡伫个外面啦，和父母呢。想尽办法，哪怕呢，搁再请家教来教嘛是，心收袂落来啊，嘛是真无法度呢，心地学业吼，真呢，嘛是有啊，或者是呢，甲父母的这个逆缘来的时啊，不只是家庭环境无好，甚至呢。一直都是万天混地啦，那万庙混地啦，这呢，安尼万混父母啊，那亲像安尼，搁再回倒转来呢，伤害父母，这叫做业力啊。咱几工前啊，敢毋是我那有讲过了呢？这个业路电吼，那迄种呢？大业到迄个所在去啦，哪怕是辅助至亲呐，嘛是对破功德啊！真呢，地地个一心盘，佮勇敢都无讲咯吼。那勇敢呢，法官刑诉伫伊个手头里呐、啊，有时阵呢，司法一点嘛会偏差啦，社会舆论呢。一点嘛，会压力啦，那无定着呢，冤案嘛真多啊，或者是呢，这被判冤案啦，或者是呢，重罪判轻啦，这呢，那是真多呢。所以讲起来，不管你是啊，做什么款的业啦，纷纷积劫啊。有的人就问讲，敢真正有地狱有哦？看未到啊，有啊，人间你也看会到啊，看看卖咧，伫非洲啦，伫伊索比亚啦，伫非常贫困苦难的地方咧，去看卖人间地狱，连去看卖咧呢，真正呢，不管是举脚举手啊。或者是呢，嘴子该咬出来呢，安尼裂开啊，顶顶都有哦。那或者是跋涉啊，顶顶呢，真多呢。所以啊，唔通想讲无地价啊，无报应啊，真正呢，咱因为一念无明起啦，妄生宿主啦，就是生主。